我执行律师业务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，我一向都以师父所说的，我们人生第一要务就是学做人，学做人就是要尽心尽力尽责尽份，这个是我为人处事的观念。我一向认为能够做好一个人才能够学做佛，这是我一生处事的方针。那我也很感谢师父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。法鼓山除夕撞钟108，佛后为世界祈福，祝福大家，耶、yeah! ！